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淘淘的鱼，木呀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两个原始人的进化史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首先，咱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。上期视频，咱们是把身上的海晶套装给它强化了一遍，而且。回到咱们之前上期找到的那个玄武，不对，上上期找到的一个玄武门，并且是按照小伙伴们提供的那个方法激活了那个传送门。万万没想到，那个传送门通往的另一个世界居然是地狱啊！对啊，但是我们进不去哎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就先把这个共鸣之杖把它做出来吧。这共鸣之杖的话，需要那个咱们之前获得的那个墨影粉。墨影粉丢进这冶炼厂里面，应该是可以那个，容易刻出来吧？容易刻就可以完成任务了。铸造盆，然后咱们需要做一个原石盘。原我石去拿盘怎大么理做的？石。原石，哎，原石盘，哦，这个圆，大团理圆的石圆。做成原石盘怎么做的？做不出来呀。原石盘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应该是用凿子凿出来的，应该是用凿子凿出来的。哦。需要一个模具。原石。啊嘞，原来不是啊！这个不就是这个吗？盘模具吗？盘模具你做出来啦？对啊，不就那里有吗？哥哥，你是不是瞎哟？哦，对，再放进这个部件加工台。我这里还有个脸的模具，我超就喜说欢。嘛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咋研的究一了？下。说嘎，原来是刚刚我放的那个原石不够啊，所以他做不出来那个原石盘。咱们只要放上那个足够的原石就可以做出来了。喏，等一下啊，还需要一个海蓝宝石。海蓝宝石家里应该有的。海蓝宝石需要两个。还需要两块大理石，大理石我身上有，我身上有大理石。这里大理石砖。OK，这共鸣之杖的话，我在线下已经是把它合成出来了，合成过了，所以你，我成就也已经是获得了。给我。魔星，魔星剑。这个东西我教你怎么用。怎么用的？等一下，我先换首 BGM，这 BGM 好吵。这个东西咱们得到晚上才能看到那个星光，在白天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咱们直接然把后呢？时间调整到晚上吧。等一下，我先整理一下背包先。那我先去再重新做一个。来吧，咱们先去那个，哥哥，你还有海蓝宝石吗？给我两个。去一趟野外。海蓝宝石我放在箱子里面的，我又没多拿。哦，那我再去找一下。我的天哪！反正我刚刚是开创造，在这旁边逛了一大圈都没发现有那个新能啊，这有点坑爹啊！是不是它还没有加载出来？应该不是啊，可能是咱们出生点这一块是有毒吧。好了，咱们先不管它吧，咱们先把那个这个成就完成一下，就是这个什么，咱们需要合成一个巨星钢。巨星钢的话是在这个星辉合成台上合成出来的。这边那个能量的话，哎，怎么消耗这么多？哇哇哇哇哇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怎么了，哥哥？哇，好漂亮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液化，
液化。给。这什么？一个罐子。嗯，给我，还给我。这个液化的话，这个罐子的话，它能吸收那个水晶跟那个海蓝宝石的那个星光能量。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我拿几颗那个纯度高的水晶。可我看到了什么？我们马上就可以解锁暮色探险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找到了什么？后面两个成就就是第二个成就就是暮色探险。我知道呀。好厉害。直接把它放上去的话，它会释放那个水晶的那个星能的，看到没？有没有看到那个粒子效果？看到了，一闪一闪的。感觉这个星辉魔法特别的神奇，有没有？对，我可以吸收它的能量吗？好了，咱们稍微等一下吧。这个巨星钢的话，我再多做两个。嗯，好的。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做这个共振器啦。有了这个共振器，咱们就可以寻找那个大的那个什么星能的一个聚集地，可以这样说。哦，那我们就能很快的找到星能了。大理石柱，等一下，大理石柱需要两个。我这边有啊。应该是这种吧。是这个吗，哥哥？我弄了。哦，直接在合成台上就可以合成的，还需要这个棒棒，这个棒棒需要那个青铜。咱们家还有青铜吗？青铜我去看一下，应该有的。是要板板还是矿？把青铜敲成板板，再用那个板板敲成罐罐。我们家好像没有青铜了。一个青铜都没了吗？是这个板板吗？你看，我去敲一下。你看一下，放在那个砧板上面敲一下看。嗯，敲一下。变成了棍棍。哎，对，就需要那个东西。再带上两颗海蓝宝石。棍棍一个就够了吗？海蓝宝石需要一颗就行了，一颗。给你。哎。不是。你每次给我什么东西都像丢垃圾一样往我身上丢，几个意思啊？我是捡垃圾的小姑娘，所以说往你身上丢垃圾有什么不对吗？星光定位，这成就已经有了。哇，这星能真的，你给我一下。这星能真的收集的好慢啊。他可能是有毒吧，不太喜欢跟我们在一起。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暂停会吧，去野外找一下那个星光。嗯，好的。小铃铛，你提提我。哥哥，你找到了吗？哥哥。等一下，你站在这里别动，带我上前查看一番。好的，这个哥哥，这个紫色散着紫色光芒的东西是什么？有吗？不是我们。这好像是翔的味道。你刚刚干了什么？你竟然吃了？还好，我尝了一口，要不然就踩到了的。好了，咱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的话，咱们需要在这里搭到大概是好像100层以上嘛，要搭一个星辉祭坛出来，咱们才可以解锁那个进入暮色的条件。哦，好了，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我能说我找这个地方找了半个多小时，40多分钟吗？是呀，没错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